就是黄瓜。哎，里边上面还有芝麻呢，哈。家常便饭。对对，那才好叫。来来说，来快来来，别叫你，来来来，坐坐，有人就说，一会儿阿姨把你带走。马上十一了，这一段是一般是先节前是最大的啊。是吗？临近大节前，大家都集中火力。是北大传媒学院的教授。原来是北大中文系的，所以他的中文的那个文学文本基础特好。后来以后到广院大概上的硕士，到哪儿上的博士，以后就在是北大传媒学院唯一一个还能教人点东西的那么一人啊！我说的是真的啊，因为那中国那些能教人东西的，其实他都没干过，就包括阿毅，阿毅到哪儿一说就是穿一马甲，那个。主持过实话实说，他主持实话实说是甭说他了，小 C 那个都现在都是人家都不知道是谁了啊，所以他是一个好的老师，但他不是一个好的媒体人。嗯，他大概有200万粉丝，我粉丝是他加倍，但是啊去年封了我3个月新浪微博，现在还剩，前两天400多万粉丝，这两天还剩399万不到。然后我就认为新闻传播是必须是暴力色情啊，这资产阶级新闻观念。我们必须是，我是一个，我如果说是还算，哎，我说就是你83年出生，我83年屁大毕业。我没准我党龄都比你长啊。然后所以我就知道党让说什么。然后凡是党不禁止的，凡是广大人民想听的，我就发明东西叫一镜到底不剪辑。我认为凡是剪辑的都不是新闻了，因为你经过剪辑。完了，你说你这个镜头对着谁，也一定是有你所的好恶，有你的立场。我的立场倒没有，但是得有我这个支点，不然我一松手这机器就掉下来了。所以我认为真正老百姓相信的，就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所伟大领袖人民喜闻乐见的，是真正是老百姓喜欢的那些东西，是不经过，否则你剪辑什么那个配乐解说一大帮人啊，提高成本，降低劳动生产率，而且谁都不信，人都是说这电视上演的，所以现在电视衰了，没人看电视了。但是我这个小的东西呢，不是电视，是小视频，小视频也不是，小视频他们都剪辑配音啊，我这所有的事儿都是我想，我看见什么就拍什么，看见什么说什么。所以我现在我同时代那些人，比如小 C 是吧，我跟他吃完一顿战斗鸡面，你知道这人吗？不知道，小 C 你都不知道，原来实话实说的啊，好几千万粉丝呢。我拍完跟他吃战斗鸡面他就没了。我基本上拍什么什么没，但是我拍他那些老百姓喜欢的工商业一拍什么就好，比如那个屁大文科生嘛，对好多东西不懂，比如一看那个栗子，我知道北京最好的栗子是怀柔的栗子。前两天我去鼓楼东大街，有一个最好的炒栗子叫栗子鱼，我去他那儿买栗子，就在那个姚记炒肝的往东大概200米到300米，栗子鱼原来在地安门，就中轴线上，他说栗子没下来呢，他得来你们怀州采购栗子才有糖炒栗子。糖炒栗子天津也是另外一种，然后那个栗子，所以刚才我一看，我以前英文不知道，英文骂人一个字就是坚果，就是那个昨天我公众号上发的，就是孔庆东是阿姨的同姑，孔庆东有一天骂什么你骂什么，就这个就被完了。那个我说那个英文有一个骂人的字叫 nuts， 就是这个坚果的复数 nuts， 就是1944年底希特勒最后反攻的时候，来阿登，有一地儿叫巴斯托尼，我去过两次，那个地儿呢被那个被德国人包围起来了，包围起来美国就用卡车把101师，就兄弟连那帮人就空降到那儿，但空降的师长当时不在，师长屁股是中了一个子弹，师长叫马斯威尔泰勒，回美国治病去了。然后那个人呢，就他一个人在那儿，然后德国人就说你们也不行，没有重武器，你们投降得了。
来了一封信，说咱们都是信耶稣的，因为他们都是信新教嘛，马丁路德，美国也是新教国家，说说你就咱们都投降是吧，咱们都信耶稣的，打什么仗。然后那个美国那个将军是炮术的，是个当时他是个准将，美国一颗星是准将，两颗星是少将，三颗星是中将，四颗星是上将，巴顿当时四颗星，艾森豪威尔五颗星，这哥们儿一颗星，他是炮术军官，他就回答了一个字，叫 nuts， 就是 nuts， 我翻译成就是操啊，是个古人嘛，当兵的嘛，中国都翻译成扯淡什么什么，就好多种。我认为海明威就是能一个字不用俩字是吧，能动词不用形容词，草最符合这那字。今天一来我一看那个你们这股叫那个 chestnut 是胸果，是 chest 是胸吧，就是栗子，栗子它叫英文就是胸，胸上的果。那个他那天的人就是苏州人介绍我吃一种东西叫芡实，芡实那个古代唐朝叫鸡头肉，就是鸡头那个原来有一个革命现代经济叫沙家浜，就是说这芦根鸡头米不是可以吃吗，这就是鸡头米，所以古代叫鸡头米，也是鸡头米就是 chest， 那也是叫胸果，所以你这也是胸果。我第一次知道这个栗子就是胸果，哎，对不对啊？你有名片吗？我那个有没有那个英文那个字？我现在还没有，那没有，我现在都没有。所以我就老说你这个叫那个纳斯，叫那个纳斯谷吧，卡斯谷，我就你叫栗子谷，中国人马上就懂。对啊，但是你叫别人就不好，他得翻译。对对对对，而且那个你要一说鸡头肉骨什么，人家也那个白居易里边有这个，也有芦高。对对对，直接关联上。对，所以我这个我这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，就老说。然后那天那个人就在德国的那封信上就写，就说了一句 nuts， 这人就回到德国说，德国到时候他101空降师师长也不在，他才是个炮术军官，他才是个准将。哎，他只能指挥炮。这时候艾森豪威尔就想让别的人来营救他，离他最近的上将就是第三集团军司令乔治小史密斯巴顿。巴顿就是一个张嘴就骂人的人，他就说那孙子怎么说的，艾森豪威尔说他说 nuts， 巴顿说他好，说我这嘴就是下水道的篦子，现在有他妈一个比我嘴还脏的人，上帝保佑那些有语言天赋的人。然后今天来你这儿一会儿肯定有栗子鸡之类的什么栗子的，现在应该是有的。哎，他上哪儿去了，破孩子，来来来，给你梳子，来快来快来来，爹给你黄瓜吃，来来，喂，哪儿呢，来，真鬼，嘿，别在爹裤裆里，来来来来来，乖，爹给你，嘿，哎，哪儿去了？真乖，真乖，你看，是说栗子，我跑我那次这儿来了，这孩子，哦，真乖，真乖，真乖，一会儿不是叔叔说你啊，这叫栗子骨，就那个那什么骨，英文。chestnut 啊 ，chestnut， 然后你们那个叫 chestnut， 那这怀柔这个卡斯骨，卡斯骨，卡斯骨，卡斯怀柔卡斯骨，那来这儿可以那个叫什么亲子活动？哎，对，亲子，对，还能够这个季节买刚那个摘下来的叫什么新下的野生栗子，野生栗子，满山的野生栗子，满山的野生栗子，栗子骨，我建议他们以后说栗子骨吧，不然说那个叫什么骨。卡斯骨啊，北京栗子，怀柔卡斯骨，栗子骨，从北天安门开车到这儿30公里吧，三十左右，天安门过来的话会多一点，多一点哈，如果从那个东直门20多公里，有个四五十吧，没有吗？没，我认为30多公里是吧，从石海从我那儿到这儿30多公里，坐喂，真乖，这小孩还真乖。我们这个狗啊，来这儿就是为了吃他们这黄瓜。真乖，这小孩还真乖。给叔叔表演1+1=2，1+1=2。你看两声，来你这儿从来没叫过吧？就会表演1+1=2，而且他会综合的那个，他会管理这个城市，比如那个
比如某个区不能上户口，是吧？当然你是老居民或者你有各种路子，你可能能上城。对，但是对于新的流动的内宣，说实话，比如说我清华毕业，我要想在是吧？比如我假设我再要在西城，对，什么，肯定在雄安买个房，什么可以？你要到西城买个房，上小学上黄上实验二小，啊，中学上四中，对，开始切割了。不，房地产和房就是那个教育房地产的这个关系已经在切割了。对，其实手切的还挺猛的。嗯嗯，什么人大附101真的。你看我这个，你刚才说到小孩教育哈，你看那个我们那个时候，比我大的生好多，到我生孩那时候只许生一个，现在号召生三个了，一个的教育不好，嗯，吴建多的也教育好，你这两个孩子就特好，而且已经上了好学校，你又是在外国留学回来的，嗯，啊，所以你的那个视野和都也特好。因为我就说我现在我也教育不了人，我就教育我这狗。你说咱们这吃饭从开始吃6:30吃，现在吃到7:25了，对，除了我让他1+1等于2，他叫了两声他不叫，然后他就趴在我脚底下，是吧？我给他一根黄瓜，他就吃一根黄瓜，就是他一粒米他不浪费，给他他都会吃了，是吧孩子？再吃一根黄瓜吧，真乖。当时我也在走，我就反正离西边离家近嘛，就在我们小区后边就是。当时我想，要不要给他送海莲外国语啊？不稀奇，这我已经给吃完了。绿菜花，老外叫甘蓝吧？是叫甘蓝吧？甘蓝是洋白菜还是菜花来着？忘了。绿菜花，这黄瓜也吃。这绿菜是我们菜园自己种的。是菜园自己种的哈，对，后边有自己菜园。对，我一看，当然它不一定每一个都是，但是有一些是，确实是。有些就不容易了。这黄瓜，中国黄瓜，而且我这人平常不吃鱼，你知道那个同和居吧，中国老字号。那天我去中国老字号点了一个叫，他那原来叫糟溜鱼片，结果你糟溜鱼片不是中国鱼，叫什么来着？我。巴沙鱼你听说过吗？巴沙鱼我知道，是特便宜的，越南产的最便宜的进口的冻的鱼片。 对，那就啊，然后我还点了一豆腐，麻婆豆腐，那麻婆豆腐是日本，就那日本那豆腐叫日本什么豆腐，哪有您这儿这豆腐好，今天就没能吃到您这儿这弄的豆腐。你看我是不吃鱼，他这鱼呢就是怀柔的鱼，酸菜鱼，我这么一大盆子全我吃了，因为我就是我老想吃完我这民宿，明天我就走，那些东西我都不能打包带走啊！啊，这个虾能打包带走，这汤就，所以我就使劲吃啊，汤泡饭，我已经吃了5碗酸菜鱼了，5碗，然后我女儿你看也特乖，是吧？嗯，真乖，我给我女儿尽量吃啊。嗯，他们对这个黑椒牛肉，我女儿。赏一个，真贵。我还从小就是那时候，我生儿子，你就跟我儿子妈说小孩生孩子不能养猫，不能养狗。我说你们只许我生一个孩子，我还不跟他跟猫狗一起养。所以现在一直到现在，你看我喂完我女儿，我这筷子还接着喂我啊，就是嗯，是吧？我女儿都是各种免疫都合格的，是吧，孩子？哎。真我就每天这个自己跟自己斗一斗，你这酸菜鱼真的啊，建议那个